老婆永远是对的，所以我绝不说二。我会对老婆充满耐心、爱心与关心，我绝对不会对老婆发脾气。我的钱就是老婆的钱，老婆的钱还是她的钱。我每天都要带老婆吃好吃的，不能忘记她要吃饭的时间。我会记得老婆喜欢用什么、吃什么，所有他喜欢的事，我要常带老婆出国度假，不让他每天上班忙碌。我会每天逗老婆开心，让他充满笑容。我会对老婆忠心不二，爱他一生一世，绝不改变。老婆，我爱你。